由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所推动的亲子欢乐列车，这次来到草屯镇中原国小，结合南部社区，邀请老大人、囡仔和家长，将近60人到镇来参加。透过丰富的课程以及爱的行进步啊，教导参加的民众，还是怎样表达关心，增加感情的交流。就由着影片的引导，和亲子会使了解到家己伫厝内所扮演的角色，加强互动沟通。这是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所推动的亲子欢乐列车，开入去中原国小，邀请大家共同把爱放入去口中。暑假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哈，透过这个一个车联盟，发现这个长辈也好，小朋友也好，能够共同来学习，然后创造一个更多元的家庭教育的价值。我们的家长跟亲子们能够有更多的互动，让他们能够把爱讲出来。现在的人都很保守啊，很客气，尤其是我们乡下人。这项活动今年头一遍来结合着社会资源，加强着连结效益，吸引真侪家长、小朋友，再个社区长者来参加，分享着亲子交流以及活动。但能够老少在一起活动的话，还有小朋友就是蛮喜欢的，觉得可以跟就是爷爷奶奶啦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话，他们觉得说哦，好像在更有爱的感觉。在家里就一直打电动什么之类的，就出来走走，然后参加这个活动也不错。对啊，可以让他看看故事啊。最大的这个活动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，除了增进亲子关系啊，可以让我看到小孩子另外的不同的另外一面。今年79岁老少辉阿妈，因为囡仔拢伫外口工作，只有翁婿甲伊做伴。不过参加社区活动，丰富着伊的生活。即便有机会，世界这么侪孙仔来交流，嘛非常欢喜。因为活泼甲阮的经验安尼来结合起来嘛，感觉有一种的安尼互补就对了。非常快乐。有啊，真快乐啊！哎，人家囡仔算真快乐啊，感觉啊，家己煞变较活泼。除了讲借着爱口罩提供全家伙啊共同使用，还是安那表达着关心。规个亲子欢乐列车活动，再来一个亲子旅程，一个共餐加等等，内容相当丰富。记者林雨欣，采报道。